好，我们看看这题，这题怎么做？他说这两个相乘大于零，对吧？啊，求 x。其实这里只要被骗了，很多同学看到这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在指数当中，底数是几？三。不管 x 是几次，不管 x 是正还是负的，底数是几？三。这算出来一定什么数？正数，对吧？哈。所以说指数算出来答案怎样？恒正，对吧？哈。所以解不等式当中碰到恒正可以怎么做？去掉。所以这一题我只要去算 log 以三分之一为底 x 大于零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说这里我只要算这个数就好了，那怎么算？一样，麻烦你把两边画同的格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是 log 以三分之一为底 x 要大于多少？什么叫零？零叫 log 以三分之一为多少？一，只要这边写数就好了。这第二件事情，把底数给拿掉 ，log 以把 log 拿掉，一拿掉的时候，因为底数是几三分之一，拿掉之后大于变什么？小于。很多同学写到这边好高兴，老师我算出答案了，错，为什么错？因为我一再强调 log 一定要怎样验算，为什么要验算？因为这个 x 这个真数叫什么数？正数，所以说推得 x 要怎么写？ x 要比一小，但是要比谁大？零大，这才正确。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那因为题目越简单，你越随便，越随便就越容易怎样算错，对吧 ？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